我说的步骤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就是装写完玩完。设计的工程师，因为我对这方面的东西很有兴趣。我以后想到别的地方学软体设计，再回来分园帮助分园。再告诉你们错误在哪里，你们可以先照这个先跑。我觉得这三天很好玩，因为可以自己写程式。好玩，只是有时候会让我觉得头很痛。自走车很好玩，如果每天这样的话，一定很开心。